刚在花园拍了，就是因为你有点不离，然后我们前面发生很多事情，我们的感情已经发展到一个就认定了，我自己心里面认定了。我对你多好啊！我为你写歌，我为你改变多少？他妈我真的不悔。什么爱的小辣椒？这是什么难听的名字啊？因为是辣椒水，所以我真的是把它一颗一颗拔下来。这个结成果实真的是很不容易，我一颗一颗把它拔下来，然后丢在地板上，然后就到最后我真的是想说换一个，我就直接先把它吃掉，亲手结束它生命的感觉。我没想到是辣的，然后希望可以借由这个辣，更让我的一些情绪还有我想表达的东西都释放出来。要我啊！啊！好看 ，OK。拜拜。别了，别了，还好吗？那这个算是我最后这一段。那他已经舌头已经，还没擦掉哦。悠悠不是把辣椒拿回来吃，对，根本不敢吃，我是说咬一下，假的而已。OK 吗？那个辣？还有那时候辣椒比赛啊？还有那时候跟别人比赛，很辣吗？他超辣，什么叫？你每次只要想到你，远掉就冷，就那个了哈。好远。你看又促成了一对。他说只要一想到妮妮就。想到妮妮，元宵就觉得难过。